首先上场打击第二棒，准备好，85号，毫不保留，刘俊豪。大模式，一起来。最好有二垒方一二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快传一垒造成的刺杀出局，一人出局，福邦悍将三局下半的进攻继续来加油。接下来上场打击轮到第三棒，球备号29号，强打好位，申浩伟。好位右外野方向高飞，球遭到了接杀出局。接下来上场打击轮到第四棒，准备好46号，一棒击成范国成。好，来双手借给队长波神，一起加油。中央外野方向中高飞球被中外野手来接杀出局，三人出局也结束了富邦悍将在前三局的进攻。要非常谢谢悍将的应援团队 Trevi Juicy 以及所有富邦 Angels 在前三局热力卖的应援，谢谢。请看带货广告。你有这种能耐吗？当你支持友善农耕、低碳舒适、追求人生时，用选择为生态留有未来。微小改变也能伟大，做对的事，你就是地球队。富邦 Run for Green， 永续行动，富邦金控。不论你是小资遗族还是大气之人，每天存下铜板的金额，就能轻松当台美热门标的股东。无论老司机还是投资小白，都能够。